叫你们再一次尖叫声加掌声。好，那我想呢，这个时候，我们先暂时的，先让大家呢，这个上一下洗手间，让我们呢，这个待会呢会下，哎呦，哇，双胞胎来了哦，啊，双胞胎来听妈妈唱歌了呢，再唱一首好了，不然好像妈妈为什么把你们放在家里的哈？好，继续呢唱下面这一首歌曲。稻米除草歌，熟吗？什么是稻米除草歌呢？熟。酒精不够。就是稻米除草。就是稻米除草的时候唱的歌。我还在想要怎么唱。待会我们会有那个跳舞，就是牵着大家的手这样，所以越来越精彩，千万不要错过。